女性尿急憋不住吃什么药？如文医生特邀专家程健，西安市中心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女性尿急憋不住吃什么药呢？我们首先呢要看尿急憋不住是什么样的原因。实际上比较常见的原因呢是感染，比如泌尿系的感染。我们知道呢，泌尿系感染呢最常见的症状呢就是尿急、尿频、尿痛、尿不适，就是这些感觉。那么如果说我们呢有这种平常喝水喝的不太多，或者有久坐不太活动，或者说有阴道炎，这些可能会诱发泌尿系感染的这些原因的话，那么同时呢出现了尿急，就是憋不住啊，尿急、尿频，就是总想尿、总想尿啊。再一个呢，就是尿痛、尿不适，尿的时候呢，总觉得尿道口那个地方呢烧乎乎的不舒服，或者甚至有些人呢会伴随着明显的疼痛，甚至再严重的话，可能会有尿里头的一点点的血，有尿血的出现。那么这些情况呢，我们都要考虑呢有泌尿系的感染。如果是泌尿系的感染的话，我们要进行呢相应的抗感染治疗。那么另外呢，要加上保持外阴清洁，要加上多喝水，那么这样呢才能治疗呢泌尿系感染。那么还有一些原因呢，实际上不是感染引起来的。那么比如说一些急迫性的尿失禁、张力性的尿失禁，那么这些情况呢也可能会出现呢尿急憋不住。那么如果说考虑这些问题，如果说我们排除了泌尿系的感染，要考虑一些别的这种器质性的疾病，那么要到医院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那么甚至呢这种情况呢有一些呢是需要做手术治疗的。那么实际上多数人呢通过一些功能的锻炼，通过一些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善，那么大多数呢这种情况呢是可以改善的。那么这种情况呢，如果要服用药物的话，在泌尿系感染呢主要是一些抗生素的这种治疗。那么抗生素的治疗呢需要呢覆盖我们泌尿系感染的常见的一些病原体啊，常见的一些病原体。那么另外呢再加上我们多喝水，保持外阴清洁，那么这些呢辅助的治疗措施大多数呢很快就好了。